哟，兄弟们大家好，我是 Terry， 今天是大年初二，希望兄弟们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不出我前几期所料，果然农历新年出了银河的姚明。现在我还是一期记者 2K20， 我连续17实战视频，姚明都喧宾夺主，所以我对21的银河姚明卡异常期待。同时这次卡包里还有银河的零疯狂、钻石的太空翼，我都会一一实战。不过这期的主角肯定是姚明。这张97的银河姚明呢，其实无法和去年的银河姚明相比，包括控球、速度、横向敏捷、徽章等，但毕竟身高有67，防守徽章很足，还有三分球，如果对方的中锋不是银河，姚明应该可以随便吃了他。我们还是照例先看他的属性和徽章。总评97，可以打中锋，进攻99，防守99，身高76，体重310磅，背身勾手97，中投92，三分球73，绝对可以投进三分球，原地扣篮95，控球只有51，盖帽96，内线防守93，进攻防守篮板93-94，速度只有68，力量96，横向敏捷只有68，投篮智商98。徽章方面，名人堂徽章20个，黄金徽章19个，接球投篮手，沉底部大师，护框精英，防守核心，抢位高手，被打惩罚者，金徽章，底线三分球，追帽大师，冲板大师，后仰王者，节奏射手，定位射手，绿色机器，热区猎手，没有无限射程。训练场里不是满热区，我们试一下投篮，绿了，两连绿，非热区两连绿，三连绿，这个没绿，也进了。投篮手感还是比较好找的，这个面部还是做得不错啊，把姚明的特点做出来了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我们直接开始比赛吧。 OK， 我们开始搜索线上比赛。对手来了，他的控卫也是零疯狂，也是零书豪，这个防住了，这什么上篮，对手的零书豪，我去，这么远，这对手还闪一下，球品不好啊，我一定要打爆他，一定要打爆这种人。所有人拉开，呼叫姚明挡拆，我就是给姚明，给姚明了，沉底部上篮不中，传给林书豪，三分球来了，林书豪绿了你，对手还要闪一下，什么毛病，让你再闪抢断你，造犯规了姚明，林书豪拉开五外，看姚明有没机会，还是挡拆，自己上了，哎，这就是零疯狂，吓我一跳，直接扣了，贴过去乔丹，我拍了你，你的林书豪不行，单打华莱士，沉底部，来上一个，没有，我的篮板球，再上一个，还是没有，还是姚明的篮板球，造犯规了，华莱士无助，这个没有，超远三分球，林书豪，呜呼，这是乔丹，开了主宰，林书豪和姚明打挡拆，来个空中接力吧，漂亮，好球，对手需要一个暂停，这个对手离开比赛了，兄弟们，他不是一个氪金的对手，不知道是被林书豪吓退的，还是被姚明打退的。我们再来一场比赛，刚才还是没有打尽兴，对手来了，这场比赛我要先射一下，先射为敬，没有跳到球，上一场比赛姚明的特点没发挥出来啊，这一场要用姚明多投篮，哇，这威少直接投了，
是银河的威少吧？姚明单手抓下篮板球，不传球啊，不传球，确实是慢，动作确实慢。来了，耶，慢还是可以一了你。继续防守，姚明从后边趴了你，还是姚明控球，放这么远，直接投了，绊，姚明绊了你，贴住他的威少，我去，好猛啊！这个威少这么猛，找姚明，你还放不放？还放，继续投，我投死你算了。贴住他，打了个战术，哎，这个对手是会打的，给姚明，还放。我继续投了，姚明绿了你，226绿了你，对手需要一个暂停。第二节开始还是没能把比分拉开啊，换上欧文了，呼叫姚明打挡拆，五外之后打挡拆，就是交给姚明，试下被打还是被打，上一个还是没有，传给皇帝，来了兄弟，领先四分，又抢断了，这个防守意识，发边线球，欧文往里冲，直接甩回给姚明，中投，好球，姚明16分了，还是和姚明打挡拆，再给姚明直接投，姚明又绿了你了，防他的威少，运球玩的，直接抢断了你。球交给姚明被打，被打他的考神，来沉底部上篮成功，对手离开比赛了，兄弟们，相较于第一个对手，这个对手绝对值得可敬，打不过不墨迹，直接强退，我欣赏他，兄弟们，这就是银河姚明的实战，未来几天还会有林书豪和易建联的实战，必须安排上，等下还是照惯例会有球员故事的视频，感谢兄弟们的支持，这就是本期节目，兄弟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